学长还说他要纪念这个历史性的一刻，然后拿手机出来拍。我吃一碗糖，钱买了。为什么？要站在肩膀上吃才比较香。你不要偷大便了。你要喊啊，他要交去给小孩。对。不要吵架，小鸟不要吵架，他们卡住，来帮忙解开啊。他们卡住，快掉下去，掉下去。